国内最经典王牌音乐节目再度回归，史上最年轻导师组合为时代发声，他就是我心中的所爱，他真的是我们战队的真定海神针。原创赛道火爆登场，我觉得他们的优势不在于他们的人，就是在于他们的热情。中国好声音2020就在星空卫视。